当时本着一个急诊人的一个习惯啊，我就到达现场。其实真的是第一次到达灾难现场，看到消防弟兄穿着厚厚的装备在那边抢救火势。比较不幸的是，火势也是越来越大，还有消防员视线在当中，会觉得是真的是比较遗憾的事情。昨天6点多在下班的途中，接到卫生局长官来电。屏东发生化学爆炸事件，现场需要医疗指挥官。那他问我说可不可以过去？那当时本着一个急诊人的一个习惯，啊，我就到达现场。那到达现场之后，其实真的是第一次到达灾难现场。那火在蔓延当中。那看到消防弟兄穿着厚厚的装备，在那边抢救火势。那在现场的医疗方面的话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消防弟兄，他穿着厚厚的装备，那半昏迷的被从火场救了出来。那他是因为在现场的救火，那大量的汗水流失，再加上高温有热衰竭的现象。那经过初步的处理，状况也算是稳定下来。那我发现说，因为当时状况紧急，啊，也没有带多少的人员跟设备过去。可是我发现我们现场的119的弟兄，他们的训练都蛮好的，啊，都能够很准确的、精准的执行我想要做的事情。比如说维持呼吸道通畅啊，给氧啊，打上点滴啊，固定包扎止血。所以我觉得在一个灾难现场，医师在一个急诊的护理师再搭配验梯，应该可以满足现场的医疗的一个需求。那比较不幸的是，火势也是越来越大，那可能还有消防员视线在当中，这当中大家会觉得是真的是比较遗憾的事情。
Hello， 你们是来送什么的？物资给他们消防的。啊，你们是自发性的吗？自发性的是不是？都是熊猫自发性的。谢谢，辛苦了。爸爸，你背后去挂咯，你来告诉你爸爸，来，阿伟，这样来做，这个没打。